我有个假面骑士，就有强的攻击。说绳索攻击，绑住你，绑住你了。哈哈哈！对，我这个有电。呵，叮，呵，呵。看我的，呵，呵，别啊！怎么给我抓住了？去吧，反击！啊，怎么可以给我抓住？超级螺旋彩带，咻咻咻！螺旋彩带，啊，怎么没有？你看，爸爸，你看，我要用坏掉了，我后面的盖子打开了啦，不可以打开，你再用看还有没有电，好。哈哈，原来你的弱点就是后面的盖子，看我要攻击你的弱点。没有，没有攻击你的弱点，旋转攻击，来吧，战斗吧，让梦想的心一直烧呀烧，旋转吧，让五行一直上跳，用最强的蓝招打败五行一，五行一的 Toys Review。 好，看我的，咻，这是蛇，喝多再拔河，啊，太惨了啦！呵，彩虹彩带，呵，咚，啊，彩虹彩带，攻击他，攻击他了，在跳绳哦，你已经累了。没有。你赶快认输吧。赶快认输啦。来吧。就是你。旋转的心。赶快抽起你。偷袭你！可恶！偷袭你！哈哈哈！你这个大魔王，你输了我！哈哈哈！果然你输了，大魔王的弱点被我抓到了。